没有败家的女人，只有爱家的女人。女人们要照顾老公，要照顾孩子，然后才考虑到的自己。而很多男人基本上是以自己为中心。淘宝上近一半的男装，甚至超过一半的男装是女性买的，超过60%以上的油盐酱醋是女性买的，给孩子买生活和学习用品的70%-80%以上的都是女性。女性不但爱家庭，更充满着爱心。公益网店里的义卖的商品，女性购买率超过了65%。女性在工作中对信任、对忠诚的理解跟男性也不一样。即使花呗，女性还款最快，还款率啊，诚信率更好，而且对钱、对花呗的使用的规划度远远超过男性。啊，这个女性贷款，我们网商银行中女性贷款还款的速度和这个诚信率要比男生高27%。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世界有女性多么美好。